Hello，大家好，我是哈姆，今天是4月11号，好，来玩我们的原神。接着上一期进度，啊，把这个任务做完，我们要回这个布普鲁找七七，这个好难念啊，布普鲁。来吧。先传送一下。我目前的状况大概是，来看一下哦。好，角色的话，这次已经突破到60，然后其他大部分都到50啊。好，大部分都可以到50。砂糖刚练而已，风属性的。安博不太想用，完全不想用，因为我的摇杆不适合用弯弓箭手了，没办法瞄准。好，武器的话，黑鹰枪60等，然后其他大部分都五六十的哈，这个也60。哇，这个完全没练诶，好惨哦。这一只它的补血应该是跟它自身 HP 有关吧？有没有这个？他补血的时候是角色恢复大量生命，是受限于88的生命上限。所以如果你要回多一点的话，就要想办法让他装一些血多一点的道具吧，血多一点的圣衣物啊，我是这么觉得啦。但是我也没那么讲究，看用就好，看用就好。因为它的补量可能没那么好吧？哦，是不是七七比较强啊？忘记了是不是七七？因为我也没有七七啊，我角色很少啊。すまないが、契約は完遂できなかった。ココナッツ羊というハンセンの獣に心当たりがないんだ。がっかり。大丈夫だけど、がっかり。嘎嘎里是什么？很失望是不是？こんなしょんぼりするな他比你还要萝莉哦。ら、なぜだかすごく。虽然你比较小ココナッツ资，羊のミルクはおいしい。普通の羊のミルクよそれりは想おい喝しい。椰奶是不是？だからきっと、椰养的奶，ハン简称センの椰獣。奶。讲话为什么讲一半就ごめん、突然ナナ突は然断記片？憶力が良くない。だから、あのミルクの名前を書いた。探してみる。そう我发现だ、他们都有那种小披风こえ、れだ。每个人身上都有那种小披风。美味しいミルク。结果叫コ椰奶，コナッ真的叫ツ椰ミル奶。クだ。え？我随便讲还讲对，真的是椰奶。我想说哪有什么椰养啊？すまない、二人とも。七条と因为対他是等小な僵立場尸である嘛，ため小に、僵尸他的脑袋可能已经よく僵考化えも了，せず、軽率な契約を結是不んで是いた。这样的人まあ、设？然后讲话比较慢。大丈夫だ、勝利。リーユエにも、哦，勝一利样，は我们今無天一常っ样是て玩言半葉个があ小る时だあ。ろう。誰もこんな然結末后之后可能予会想要想解一でき下传ない说っ任务。て。あれ？毕竟ナ这个ナ、神魔任务解何か久了，悪魔い神こ任务、とで神魔任も务解久也した？是ご会累啊，めん、オイラは会子腻供啊，の不是会夢を累。壊さない。ナナが何やら考え出好，しなたすナナ。有意義な人生の授業でしたあ、ね。哟，这是谁啊？有ナナ个がお蛇是世不話に是？なりました。お前は？失礼しました。私はこの小白袋不の会念店呢、欸，主、白安什次么です。那个字？哦，这种华丽的角色一看就是可以抽卡，可以抽奖。他为什么那么惊讶？我们刚刚不是遇到很多仙人，仙人都是一些鹿啊、鸟啊，每个都在讲话。那蛇讲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哦。
こちらは長生。長生。悪意はありませんからご安心を。さて、ナナのおふざけに付き合ってくれたことはさておき、皆さんがここに来たのは何のご用ですか？こちらに衛生香は置いてるか？永生香。衛生香ですか。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よ。はあ、よかった。少なくとも無駄足にはならなかった。300万モラで上質なものをご。黄金や。我的摩纳已经变零了。真的，真的是零。今は七星が黄金を使ってるから難しい。就是缺到我要去刷那个金色的那个地脉。300万。特に気にしたことないが。大概昨天还前天吧，我就开始刷金色的。经验值你练满之后就暂时不需要嘛，就是想去练别的东西，然后就花了很多摩拉。確かに。一开始我觉得摩拉好像不重要，不太需要，就现在好需要哦。升级啊，升级或者是圣遗物啊，一些升级武器升级都要。它越来越贵。涙が出るくらい笑わせてもらったよ。白術さんかな。俺はファデュイの執行官、講師だ。这一段的阵营角色都不一样哦，每一个角色的阵营都不一样。跟上一段在蒙德城的时候，大家都是那个骑士团。ココナッツミルク、ココナッツミルク、白先生、ココナッツミルク。可可娜，可可娜就是椰子吧。では、可可。講師殿、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この衛星光は、可可娜。特別価格で299万モラにします。300万と299万じゃ。299万。好、这边的话我开始用暗的吧。さて、問題が解決したなら、大家就看字幕吧。極刑台に戻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講師殿、天守殿、七条。暗的没反应。卡住了，我的 B 键已经快坏了，快被我按坏了。惨！我发现玩这个很，如果用摇杆玩的话，摇杆的话很容易按坏，所以我现在都用 Turbo。それで、俺が来る前からここに潜伏していた君は、就是攻击按钮一定要用 Turbo， 按住就好，不要一直点。はい、講師様。因为我们这个按钮其实它是有寿命嘛，点击的次数，那些弹簧啊、橡皮啊，它久就坏掉了。有个墙有耳，好，这边我没有认真看。放置永生箱，我们已经拿到永生箱是不是？好，只能稍微传送一下。Go go go！哎、欸，为什么还要再上去？哎、欸，哦，好吧，是走另外一边啊。这边只能这样走啊。如果你不要这样走的话，你要爬，有时候会卡住。反正就跟着这个路走，一定不会被卡住嘛。我现在那个世界等级还在世界等级3啦，但是应该是可以世界等级4的吧，我在想。可能要找一下，因为你升级世界等级可能要完成一些任务吧。先不急啊，因为我现在好不容易玩起来比较舒服，就是打怪没那么辛苦，有没有？然后上一期不是有网友建议我说可以去刷这个吗？讨伐，我就真的跑来讨伐一下。有些的那个点都不太好弄。哎呦，怎么那么？我这个摇杆不太好用。然后我就把它刷完，知道吗？刷完之后它就要重置嘛。你看，重生中，
我记得我刷完之后还有五个小时啊，又过了四个小时，他就重生了。刷到最后他就重生了，可能他会有一个循环吧，等级上的循环，不会一直往上走。然后我发现这个什么秋秋人的什么秋秋弓箭手啊，我都找不到，每次去那个点都没看到。算了，我这个摇杆有没有用蘑菇头在切的时候不太好切，会跑掉。毕竟你要精准的话，就是用滑鼠键盘。抱歉，有点小痰呢、啊，因为刚刚又喝咖啡。今天没事喝了两包咖啡。我们要怎么放啊？我再跟他讲一次话，是不是？これで労働者は雇えたし、衛生工の準備どうだ？旅人。変わった。好，请神送神。旅人が見聞きしてきた。送仙。请仙送仙。あ、今夜。お。港の老舗？そうだ。我还以为有动画可以看呢，没有动画。好，完成了。然后有一个时间。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没钱了哦。你们看一下，哎，这边看不到是不是？任务应该看得到。也没有。那就是包包吧，包包应该看到钱吧。也没有，哦，有这里。哦，剩两万多，剩两万多。在左下方，然后原始的话，我可能要不要再抽啊？不知道哎、欸。我们要在这边等，是不是？18点到23点，那我要调整一下时间。调整到18点。好，返回。OK， 前往这个商网不过港，都在哪里啊？啊，这么远是不是？只能飞了。好，这里。好，又要坐下，又要收尾了，是不是？每次任务结束收尾前都要坐下吃东西。注文は俺がしておいた。この三杯酔いはモンドの酒場とは違うぞ。ここの店主はジュースのような空気の読めない注文を断るからな。だからお前には酒造団子を注文。皆様さえよろしければ、行幸様の軍旅客の話を再開いたしますよ。甜铁嘴。也是蛮难念的甜铁嘴。市場での評判を得るには。他这边的风景真的很中国啦，古色古香这样，但是有自己的特色啊。この港の天へ届くかのごとし諸行とはいかなものでしょう。晴れた日に宮殿から外をな絶景から。啊，果然要收尾了。行様は何か大事があるたびに。之前是那个封神在说故事，说书人，吟游诗人，然后这边换成说书人。中间那个是一开始那个请仙的那个明光，是不是？说错不好意思哦，因为原神我还没有玩。書類が次から次へと壁に貼られ、それは多いほどいい。しかし。白い壁が書類で埋め尽くされる前に、行幸様は決断を下されます。その後、彼女はすべての資料を細かく割いて、紙切れを窓の外へと放るのだ。乱丢垃圾。その様、まさに壮観。ゆらゆらと揺れ落ちるそれは、まるで突如現れた雪と見まがうほど。紙切れに書かれた文字は、このリーゆえの商人が見れば、雪の上に落とされたインク、実に目に留まります。このような詩があります。ひょうひょうと
雲上から落ちてくる雪、一辺の文字でも頂上なり、一年で山河を飲み込む勢いあり、天堅を尊ぶこと誰しもが知る。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紙切れとはいえ、行幸様が策を練るために用いた考えにどれほどの価値があるか。你要认真看吗？我没有认真看。それが一枚や二枚、少しでも多く手に入れば、意思是说他的决策的那些子的话，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获得一些讯息，是不是？天眷行幸、リーユエの人は彼女の話をするし、ファリュイは彼女を嫌うし。那就是那个灵光了。灵光是不是一个拿？他应该是重武器，是不是？我不知道哦。我好像看过有人的影片用它来挖矿，还是我看错了？一体どんな人なんだろう？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绝云间归来之人。哎呦，这个声音好温柔。待ってください。私は戦艦軍でも、あなたたちを捕まえに来たものでもありません。確かにリーユエ七世の使者ですが、正確に言いますと、本職は、这个我竟然有看过哎，这只角色。今回は一時的に、行幸様に特殊な、就是有一些同人的一些动画，大家懂的。懂吗？行幸の使者が現れた。然后他就把他画这个角色，所以我有点印象。この場で礼儀が十分に行き届いていないこと。原来是这样啊！原来那些同人的动画しかし都是用于出自原神。私が持ってきたこの手紙は、但是那个同人动画就是画得很手，胸部很大这样。正式に出された招待状です。让大家懂我意思啊！あなたを空中宮殿に招待いたします。招待状？邀请函。现在那个尼尔自动人偶，我也是看了一些同人的动画我才知道。彼女を連れてきなさい。我每次奇怪什么时候出现这个角色。軍力拡大。哦，原来是尼尔自动人偶。这是一个白发的短发女生，然后眼睛会用黑色的那个眼罩蒙起来，这样。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但是常常会有那一种3D的那种同人的影片。自称甘雨的使者。对，他是谁啊？我刚没看他名字哎，忘看。糟糕，我刚才一直在看他的那个模组，人物模组。どういうことだ？お金持ちと会うんだから。我们的角色是哑巴啊，不会讲话。総選挙。大部分都拍蒙在讲。終わったら。拍蒙才是这个游戏的主角。我们只是配角而已。啊，终于完成了第一章第三幕。破镜的颗星已解锁。好，解锁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未接吧，我的等冒险等级一定是够了。他这个会锁那个冒险等级嘛？那我现在35了。我们接的这个任务是冒险等级，可能是二级吧。可是我现在35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个魔神任务其实玩比较慢。我觉得我每天慢慢玩这样，其实我其实都在做其他事情吧。也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刷刷日常而已。欸，我录多久了？18分钟是。那我们来接这个传说任务。好，哇哦，获得这些奖励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仆任务在哪里啊 ？Where are you？ 哦，在这是不是？这个女仆应该很有爱吧？应该蛮多人很有爱吧？你们看一下哦，这些任务，你看灵光是05嘛？刚刚那位是谁啊？不在这儿。你们看这个女仆诺艾尔竟然有12个任务哎，12个结局是怎样？对不对？刚刚那个角色是有在这吗？甘雨 ，OK， 甘雨。这个冒险等级40才可以开，我现在可以开的是这个。今天可莉可以开，可能是因为我35了吧，可以开这个可莉。好。幼师之章第一幕，什么东西啊？前置任务到底是什么？幼师之章。
OK。Go go go！ 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吧，应该只能做一点点啊。这位还在这儿哎、欸，新手经过这里，他就教我们烹饪嘛，对不对？想不到他还在这儿，很尽责啊，尽责的 NPC。然后我看到那个女仆了，诺艾尔。荣誉骑士，你好。やっと会えました、栄誉騎士様。还不错啊，ノアエル。是我没练。のメイドです。我现在才四十出头等，武器都没练。ごめんなさい。要抢的话，就是武器要练嘛，然后那个圣衣尾都要练。この鎧に見合う騎士になるため。他骑士女仆哎。はい。まだ騎士選抜を通過できておらず、本物のセピロス騎士になるために先輩方からご指導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え？我们右上角什么爱心五颗？ウサギ伯爵の作り方を学んだり、ガイア様からいろいろな任務を引き受けたり、火花騎士様にもご指導を受けました。火花騎士是谁啊？神団長に反省室に送られましたが、実はかねてよりずっと栄誉騎士様のご指導を受けたかったのです。しかしお邪魔になるかと思い、声をかけられずにモンドの街を歩くあなた様を。何度も見かけたのですが、今日は騎士団での掃除が終わり、もしお邪魔で。可以呀、啊。あの先輩の。他都说他想成为骑士，你怎么会拒绝他嘞？メイドとしての仕事と騎士になるための鍛錬、しかし修行の進捗が思うようにいかないのです。ええ。はい。どれも体を鍛える普通のトレーニングです。腕立て伏せ100回、腹筋運動100回、スクワット100回。天哪！それと、这正常人都做不到吧？我是正常人。2周走っています。忙しい。这些我从来没做过哎。それでも何か足り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你欠缺的是休息吧？休みですか？それにもっと能力を高めるためにも。一日でも早く本物の騎士になるためには、しかし、欸、说这个是一直讲话的，不会去打怪，不会去跑来跑去吗？罪悪感を覚えてしまいます。確かにそれは考えてませんでした。休みは修行のため。あ、リサ様がいつも図書館でアフタヌーンティーをしているのはそのためだったのですね。なるほど。はい。確かに。哦，他还是会让我选这个去喝杯茶。嗨。好好好，我以为只是对话，然后对话完任务就完成了嘞。どのようなお茶が好みですか？前往猎鹿人小憩。え？わかりました。哦，这个蒙德大家应该都超熟的。毕竟玩原神玩一个多月啦。加上以前也玩了两个月。ベア様、どうされましたか？私に何か手伝え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クイーン、クイーンがまた私を無視するの。落ち着いてゆっくり話してください。なんだかクイーンの機嫌が悪いみたいだったから、どこかお出かけしてお話しないか誘ってみたの。まあ、いわゆる。え？そういうあ、这边我们用烂的吧。そうなの。屋台の方ばかり。ノエルは可愛いし、きっとモテるよ。あ、やっぱまた東西です。ノエルでさえは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栄誉騎士様、ペア様を助け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あ、尽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ペア様が言うには、しかし私の印象ではペア様は普段からよくクイーン様とお話しされております。その可能つまり。今回は違うという例えば、しかし、はい、一人一人の好み、私でしたら、栄誉騎士様、手芸品などはお好きでしょうか。あの、クイーン様、確か、クイーン様は、酒豪四天王。お酒と関係のあるも、もう、マージョリー様のお店に行ってみ。OK、继续。马乔丽，
然后来这边买一些缺的东西。栄光の風へようこそ。今日は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ノエルさんはいつも一人次々に仕事を。もっと自分のために今日は途中でいろ。啊，我们是荣誉骑士。今日は栄養喫茶のプレゼント。荣誉骑士应该是指我吧？好きなだけ選んでください。必ず満足させてみせます。まあまあ。から私と栄養喫茶。違うんですか？はい。这边应该算有点那种恋爱游戏，是不是？恋爱文字游戏。相変わらず。你要选择，然后右上角会有爱心。但是我爱心好像没动哎。还是说我选错之后爱心会降低呀？はいはい。なるほど。それでしたら新しい商品。特制冰品跟松鼠，我们当然是冰品啊。特製標本は良質。リスの木彫りは四季と決ま。他都喜欢喝酒，对不对？四季ですね。あの時。特製標本ですね。就是我们送礼物的时候要替对方想，不要想自己喜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早くベア様のところへ行きましょう。我小时候，我有个我外公，他回去日本嘛。この特製標本をクイに送るの？找亲戚朋友了。確かにクイが好きそうね。然后去了八天还是几天忘记，反正去半个月吧。然后回来买了什么礼物给我，你们知道吗？买了那个鸭子，木质的那种鸭子。你觉得一个小朋友会喜欢一个木质的一个鸭子吗？那放在柜子里面让你看，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用自己的立场去想要买这个礼物，然后送给你。他不是替小孩子想，小孩子想要的礼物就是玩具嘛，机器人嘛，对不对？男生啊，小朋友，所以买礼物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或者是跟对方讨论嘛。我都会跟小朋友讨论一下，不然有时候你买了他不爱、不喜欢，也是白买，浪费钱。好，我们要去那个什么什么峡的四岩峡。我再看一下，我不能玩太久。消灭所有魔物，好，我们把这个任务做完。这边有那个突发任务了，有时候路上会有些突发任务，看你要不要做。反正我们来试试的。我没有按特步，刚没有开特步啦，我说按了怎么没反应。这种突发任务其实，哦，又忘了按特步，我会把一些按钮给按特步，这样你那个摇杆才不容易坏掉。因为这游戏我刚开，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做任务而已，所以就没有开特步。哎，这个紫水晶是没什么用啊，对不对？好，实在不想跟他们打了，先解任务吧。希望他们不要来找我。ここからだと高野の海も一望できますね。視野も広いですし。所以我们要拍照是不是？見つけて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好。保存，保存。OK，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拍照，是不是？拍照游戏，开始拍照，到各个悬崖。我以为要打怪耶，是的，就没有打怪哦。高いところから美しい風景を望める上に。星拾いの崖は夜景も綺麗なことで有名です。快跑快跑快跑！这边可能要稍微拐个弯吧，因为那个好像在高地。通常，哦，地图上很多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坑的啦，这个你要不要开都可以，钥匙就可以开。我懒得找啦。有看到我就开着啊，反正有钥匙啊。三星崖，我会不会太高啊？从这个方向啊，搞不好太高啊。
看一下，太高了。可是确实不好走哦，可能要从这边爬吧，这样过来。不然就是哇掉下去，不然就是努力爬，努力爬。结果这个传说任务感觉就是对话嘛，然后做做小任务这样。哇哇哇哇哇，好高啊！我可能爬不上去，这个角度不好爬。从这边走好了。从这边这样走过来啦，400多，好吧，那我们就过去那边拍照，然后还是下次再拍好了啦，下次再拍好了，我下次直接到那边拍。啊，算了算了算了，走过去走过去。从这边走的话，你就不用攀爬那个岩石，因为那个有时候爬不上去，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要这样走过来啦。好，看到水果顺便捡。以前千峰神殿有那个活动任务说，那时候都跟一堆人组队，刚开服的时候啦，那一个月，我这个号还没有跟他组过队，我都自己打，副本都自己打，我现在可以打那个五九等的副本。因为我现在也50到60等的，副本的难度应该是跟世界等级无关啦。世界等级好像是地图上的东西，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副本它自己就有等级啦。好，准备拍照哦。好。Go go， 这样有什么怎么好拍的啊？就这样是不是？好，保存。哦，要拍那个夜后，好吧，19点。啊，因为我是用那个蘑菇头啊，哦，遥感的蘑菇头，没那么好用。好，拍这个夜晚。哎，有人是不是？怎么这样？啊，保存。我拍了啊，他没理我。他们两个要谈恋爱就对了，这是一个恋爱的游戏。啊，我在这边拍好了好了。好了，要在这边拍了，你不可以走过去。OK， 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咯。哦，这种事情我以前干过，就是跟网友，然后到那个漂亮的风景点，坐在那边拍照。早期才会这样，早期玩网络游戏的时候，你才会这样，才有那个心啊。现在已经不会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坐下嘛。欸，我们这个游戏可以坐下嘛？好像不行，是不是？没有动作，要在椅子上才可以坐下。好，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咯，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